家好，我是潘培培博士，欢迎您搁一摆收看 Adjusting Your Heart。阮逐摆五是讲到人际关系，交心理健康，所以请您伫遮 subscribe。咱今仔日的题目是：阮若交我的同事发生冲突，就怎样呢 ？Oxford 字典解释同事，就是讲一个人交咱三甲咧做工啦。所以这个有通讲是，可能是咱的头家交咱平等的，还是咱的部下。咱知影讲，伫工作顶面，有时阵常常会发生冲突啦。所以，咱要怎伫啊处理呢？更加好的是，咱要怎避免冲突？头一点，唔通做冲动的代志。请咱咧生气时阵，唔通错人，唔通去讲一句话会伤着对方。请咱也是唔通伫咧开会时阵，伫啊咧大喊大骂，也是唔通伫遮去扇人、气人，也是听物件。请咱也是唔通弄破咱公司的物件，也是你讲你啊手机、你家己的手机，你才按听去别咧，唔通家己了钱。你若了，你若是创歹公司的物件，也是你去伤着别人啊。你唔单单都白伤，有可能会叫你停职，还是甲你踢出去。你生气时阵，还是唔通伫网顶你点遐咧讲啦？你看一个大话，伊讲我遐侪话通讲咯，但是走到路尾才看到一个，啊无，无要搁创咯，我无要甲写落去，因为咱个伫网顶咧诉苦，咱会去伤着别人。的名声，还是咱家己公司的名声。恁头家若知影，还是恁的 HR， 你就袂害了。恁知影无 ？HR 个，当恁若伫啊要应征的时阵，伊会去看恁的网顶的物件啦，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啦。所以恁诚实讲也艰苦，是名受气。啊，恁卡当一个好朋友 ，OK？ 还是请恁唔通讲，随时要辞职啦。我跟你讲啦，要找头路无简单啦，特别你搁要找是你爱的工作，了伊的薪金也着搁悬。无完全的公司，你去任何一个公司在世会有问题啦。所以呢，咱唔通冲动，唔通随时辞职。了每一个公司搁有无相款的规律啦。有一家伊会讲，你若要当因辞职的批，你都搁等30日。了后，你才会做离开。所以你若卖30日了，你随时离开，你的名声会歹去啊，吼！了有可能，迄个刷落去个公司，你要应征的，伊会讲，你着凊彩子要离开，哦，目下讲，可能伊目下伊无爱请你咯啊。了伊若敲电话，敲去你旧个公司咧查，啊，你徊同事，袂讲你个好话啊，啊是请咱唔通伫遐。跟你的头家，还是跟公司讲，我要个人。最第好的是，咱好好伫遮撒甲讲，唔通讲，搁要去发顶。因为咱若安尼过，咱才有通袂了时间，袂了钱，袂了咱的心神。所以，当咱咧生气时阵过，咱唔通创任何冲动的代志啦。可能亲像遮，你看下擦过，你若退一步。我跟您讲，会避免下手啦。安迪斯坦利牧师讲过，伫回答一个有可能会烧一座桥，还是关一个门的问题以前，请您三思再去答复。你若是学习要怎样用乌龟的技巧去保持冷静，头一个就是讲，你着认清你的感受，你知影吼，你已经咧生气了。所以，伫第二点，咱读到哪呢？对对，牛弟的身体干哪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你可能亲像乌龟哥，你去闭咧你的迄个壳内面，你去遐深呼吸三摆。第四点，等你冷静了后，你才出来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第二点，就建立搁较好个工作个关系。所以，咱若交一个人冲突了后呢，就好好坐落来交伊讲啦。你若感觉讲孤单，恁两个要讲，可能较无适合，你话通叫你个头家，还是叫你个 HR 去交恁三个讲，然后就彼此听对方咧讲个啦，尽量伫遮来好好，所以就想办法怎啊解决问题啦。
因为问题若解决，咱才有法通好好创咱的工作嘛。然后就是下面一个人，因为咱若逐摆咧生气，佫也艰苦交一个人做工啦。尽量交一个人建立佫较好的关系。我煞落去的提示，毋是只若要是勇气对迄个咧交你冲突的人，也是有法通对怀你其他同事。我无论去倒一个所在，我爱交我遮同事做朋友啦。因为阮若是朋友过，阮会做啊也欢喜过。我会讲啊，我也爱入去做工，毋是讲哎哟，我今仔看到上爱面。伫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安尼讲，若是有法要尽力交众人和睦，所以我爱尽我本分交逐个人和睦。伫咱咧休息嘅时间咧，三甲食嘅时阵，有法通三甲伫遮来讲话。毋但咧直直讲到工作啦，你若是有法通问伊一家私人嘅物件，我当然就是看伊要讲还是无要。所以佮上个月头先讲，讲我一家我嘅代志，我厝内代志，因则会讲因嘅那慢。了别人来咧讲故事，就是咱着听，毋则咱袂佮直直问啥嘅问题。你也是要注意，因爱啥无爱啥。甲人讲，我知影讲伫我同事内面，上啊爱啉啥物款的咖啡。甲人讲我是爱啉 3-in-1 个，但是伫阮公司内面有一家人咧啉咖啡是无掺糖、无掺牛奶的。当然，愈来愈久呢，咱也愈搁较亲密，咱有法通甚至讲到咱的问题，才伫遐三帮赞。对咱的同事，那有时阵要要求咱做物件，咱就是尽量帮衬。可能看你看一个图，伊讲请你帮衬我，因为我有要去一个啊重要的旅行。伊讲啊 ，OK， 无问题。伊讲哦，我欠你一个认证啊。啊，那会知？你若看一个第二个图，伊去另外一个旅行，才讲，哎呀，我都赶紧去找阮妈妈啦。伊一阵咧用好，请你帮衬我。伊就讲，我无法，咱唔通安尼，咱就是做三帮衬，吼。可能咱有啊通，有时阵加带点心，加带一家食物，分咱的同事。当然我无讲逐摆，因为伊也是会晓点。因为我是伫麦加地福音教会咧做工，阮伫遮为了参加庆祝每一个人的生日，阮会买一个鸡卵糕，再参加唱歌，参加伫遐食。年头的时阵呢，当然阮有一个圣诞的 party， 阮也是会邀请怀阮的嫂婿啊、茶头啊、咧过年的啊。来叫阮三个 party， 三个食，三个佚佗。啊，当然伫这个运营都无法咯，所以你若看阮的相，是阮就是伫网顶伫遮来庆祝圣诞节。逐年，迄个咧请阮食圣诞的，就是 Alex 牧师交伊的太太米米子，因为因是十二月生日。佮另外一个相，就是你看到讲阮大家人欢一个哈喽哈喽，一个是伫大哈斯敏请阮食点心。有时阵，阮会适合出去食，种个就是培养感情啦。最地好个就是伫2018年，阮有机会去到台湾。迄阵家庭个人有法当地，所以 Hans 也是有地，所以阮是租一个 Airbnb， 伫遐适合团客，适合出去食，适合去玩。啊，既然伫台湾，所以我也是有机会去交我个小弟 Jerry， 阮小哥 Ors 交我两个弟弟 JJ、OJ， 交我煞尾小弟 Jackson 适合团玩。阮适合出国，当阮搁较侪机会，彼此认识，彼此交陪，搁较好个感情。所以，阮望讲，阮搁下摆有法通结在适合出国。啊，是咱知影讲，咱个同事，啊是咱同事个家庭个人有毋好，咱有法通伫遐替因祈祷 ，text in， 加食物，去探因，加钱。咱也是着会晓学落咱个同事，看咱伫呾看一个相，伊讲。啊，敢若阮咧在学罗一个人，已经咱在咧扒了伊钱去扫洗啊。但是你看另外一个大话，伊说去学罗伊咧扫洗人讲，哇，你扫啊也好，你真是一个专家。所以咱都鼓励因恁啦。啊，是咱讲啊，咱会团队，若有奖赏，咱袂做讲啊，钱若是我也够，你则无要多谢你徊团队，你也无敢偷鸡讲啊，这个是我交一家团完成的工作。咱也应该着讲人。咱也是着好嘴的讲，你看一个头一个啊，伊讲，哼，伊创唔对，我要当伊知影，佮伊创偌大唔对啦。但是咱多多解啦，你看一个人，伊讲啊，伊创唔对，我要讲伊解释，伊倒落唔对，才要教伊怎啊过。伊个则是较正面去讲人。第三点，设定健康的界限，特别咱若拄着一家同事过，就是占你的便宜啦。看咱伫看一个相，
以后啊，伊讲啊，我今仔无创半项，我阁摕着薪水。我甲你讲，有时阵像是公司内面阁有一家较平淡的，啊是较无负责任的同事啦，伊则将伊的工作阁弄做阁要添长你。那安尼发生，你就是着会晓怎啊去面对。另外，通去看我久的未了，阁阮着创，必怎啊学做适当的表达，就是讲，你我人家己个人讲啊，对不住，我也过咧无用。我无人帮衬你，啊是你我人是实间讲，啊有可能你着较兼做去网顶佚佗，啊是看买 Facebook， 你则有法通创了了你的代志。啊当然，迄个人若诚实，也好运气，也无用，伊在咧欠因帮衬，咱工作了了，咱在心嘛去帮衬伊吼。啊是有时阵呢，有一家公司会当你发表意见，看你跩同事你感觉怎啊？你也是我当实实讲，啊一个人是到底伊工作怎啊呢？假使恁有同事是达拄着问题时阵，伊逐摆会指责别人啦。可能讲，伊讲是你害的，计啊，伊个 delivery 无够咱的客人。所以我跟你讲，那安尼个较好，你拢总有伫网顶、伫 email， 还是伫 Viber， 你有对啦。你才会看到讲恁怎啊讲话，个到底是啥个唔对啊？干哪那无上去的个物件。有一家同事是也爱借钱，但是无要摆啦。了，因做钱毋是为着重要的代志，是七开八开啦。因为你看到讲啊，伊手机就新的啊。了，你别做伊，伊则无还，所以下摆伊若计再要甲你做，你无欠伊去做伊咯。就是你好嘴间讲对不住，我关心你，但是我现在无法能够当你钱咯。Mother Teresa 伊讲，我可能有一家人个会也无理由啦，咱就还在下面因。你若对人也怪，有一家人有可能会讲是你有歹的目的，你做你最好。你若也诚实，有可能有一家人会骗你，你有缘就诚实。你若也欢喜，有可能有一家人会弯倒，你做你较欢喜嘞。你今仔日所创的好，有可能明仔日别人都会袂记，你有缘去做好。有可能你将你做第好诶，当一个世界。但是因感觉无够，袂要紧，你继续将你做得好的献出去。甲你的同事发生冲突，就怎样呢？唔通做冲动的代志，要建立更加好的工作关系，要设定健康的界限。所以现在，我要多谢一家人 ：Austin C、Barry Drogwench、Esther Rachel C. Carr、Shine Manda、Sharon Chan、Gucci Rodriguez Natividad。Kenrick Raymond So, Lucy Ui, and Liu Yanzi. So,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and please share it. If you want to leave a comment, just say, you want to say, you like this video, or you want to say, or you can't say anything, but you feel like you can take it. Or you want to s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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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to leave a comment. Please follow Adjusting Your Heart on Facebook,I Instagram, TikTok, ACT, Signal GCTV, 85. So, a 礼拜咱的对白是，要怎样做一个快乐的专职的妈妈？大家较保重嘞。